感谢大家平安。平安。因为好歹的变化无定，这个是一个句点，意思是因为好歹变化无定，这是真的，免个这是完整的一句话，无阁有啥物讨论的空间。你的一生的中间，只要你活地一日，每一个人，你甲我，咱拢会受到真多意外、灾难、不如意，找到你，甲你弄，一个叫做经过好歹，变化无定。但是后壁一句真要紧的是啥物？上帝的掌管，因果好歹变化无定，总是上帝在照顾你。这个是一个应允。人上惊就是把家己刻伫一个人生的路，然后认为讲我拢有代志，然后什么代志拢是别人引导的代志。但是我伫这要讲，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只要你有听到，只要你有看到。伫别人因兜发生诶代志，早晚有一日会来到伫咱诶家族，有可能来到伫咱诶家庭，有可能来到伫咱家己。这个是真诶，一个真要紧是，你甲我咱心里有上帝啊，因为上帝要照顾你，若无咱拢会真恐慌。真多谢小辉，互我等伊讲话。我查某囝，伊家真的是足优秀，是我三个囝中间上优秀的一个。伊去讲上 academic， 伊无论安怎样操，伊生存的过程拢是学真侪物件拢家己做。啊，高中的时都跆拳道、黑段啥物物件，各项拢来，我讲。哎，拢是上优秀的教练，包括伊教练就是奥运的裁判，遐尼优秀的，伊的成绩拢是九十几分，无论啥物，包括体育拢九十几分，这是一般的人，伫别人的世界，伫咱的无真困难，但是刚刚一个棒球棒来，规个人生变色。伊这边，伫底下后来再搁一家调查着讲有甲状腺。这边的甲状腺功飙到到位上悬的四倍，哇！那是，然后底下看伊讲，这边那敢那伊肉体可能有邪神伫遐，所以讲规家伫了拢伫咧处理这个事。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，上帝咧照顾我。包括这边那咧落去了后，啊，伊发作。敢若一年若定，敢若一年若定，啊，伊真恐慌个。但是我厝内地基个迄老家，伊甲规个盘盘到足好，伊甲规个盘盘到真好。啊，厝内人拢着惊，毋知要安怎。我地基个上一个照顾人，绝对拢有代志。一个面对所有个情景，包括甲邪神个对话。然后叫阮叫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恁爱去倒转来。这毋是单独的处理，这是规个家庭的处理。所以我伫遐九工啊，就无啥物走，反正要走已经叫出来，我伊来接人。我会当真感谢上帝，讲通过一个大个出战，阮爸囝、母囝，逐个人厝内。已经阮的感情会当延续到我年老应该无问题。即马较大的问题是嫁娶，大家人的嫁娶，爱影响家庭的结构。啊，若无阮处理了了，应该即、因为对心内上深上深到伫细汉的时，你知做牧师我囝无一个困难。话讲，囡仔伫困，囡仔伫咧耍。啊！爸母讲，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爱出门，爱去探访，爱去创啥？啊，这个对细汉，阮唔知讲，这个对细汉，这个真简单的
马上叫伊收嘛。迄浓酒伫囡仔真深真深的所在。遮尔优秀的囡仔，我甲伊讲实的啊，阿公已经癌末，即句爸爸已经陪阿公。虽然恁真需要我，但是即句阿公比恁更加需要我，请恁原谅我。虽然我一人一人我拢甲伊交代好势，但是遮个对伊来讲，对伊高中的时高三的来讲，迄、那个爸爸对我爸爸要离开啊，家庭要离开啊，迄、那个对甲囡仔小上细啊，较细汉的记忆全最严谨，所以伊虽然真勇敢，真伊拢甲讲无问题，爸爸恁拢，但是伊知影讲爸爸迄个陪阿公真好。所以他割舍，但是心内啊，这边规个发作，规个拢伫迄个上深上深的那边总呕出来，啊，所以大人互相道歉，大人互相哭，大人默默做一堆，然后讲起到头前的路，因为任何代志拢会突然找到你，你唔通看讲伫别人因家。会甲咱无定界，真侪时阵咱人常常爱设身处地，真侪时阵莫说咧拄到一个 case， 我放袂落手的时候呢，常常我想讲，伊若是我的厝内人，我要安怎？即常常我放袂落手，真无奈。啊，所以若讲身边有朋友，包括唔是基督徒，因真正有需要来到对我，啊，厝内人嘛有需要，即时嘛有需要。啊！你讲我到尾我是来顾啥？我等下一个人我来顾啥？真危难。诶，迄拢是一个生活性命的情景。你任何的选择，后壁拢有一挂后遗症。啊！感谢上帝，即马大家人伫信仰，搁伫年龄，真侪物件拢爱处理。因为当我咧讲这个故事的时，你有人会倒转去想你家己。在你家己甲你个囡仔，在你家己甲你个是大人，可能有太侪无处理的面。我嘛想着我若互你有机会，大家人拢爱倒转来。有当时啊，一句话伤着伊个，伤着真深，全刻伫遐。啊，若要安怎样互咱真正会当常常倒来到伫上帝面前？经过好歹变化无定。真通惊，真有安全感，总是感谢上帝的照顾你甲我，上帝的照顾咱的家，问题是一代又一代，上帝也阁有继续伫你的心内，伫我的心内，伫咱的家庭所有的人的心内，成做咱家庭的根基啊！若有，咱也阁有真多机会会当调整、会当处理；若无，一个刷去，依然归上帝。伊唔信上帝，你甲伊无对话的基础。昨伫咧参加三多长老，啊，长老你们妈妈的告别式，对伊一个人呢，拖到七十几个人，啊，是毋是大家人拢也都有这个信仰上帝的基础？我想感谢迄个信仰的基础，七十几个人也都会当成伊个。啊，今仔日我用这个题目。对最后的晚餐，什么叫做 last supper？ 最后意思是，我来不及了，就暗顿了。因为，那假使讲，我来已经无机会吃暗顿，你想那顿的，那顿到底是宴席吃大餐，还是大家人吃有啥乐趣？耶稣，即讲约翰十三章第一十讲，换过一情。耶稣在家己离开世间归父的时候了，伊既然疼这个世间属家己的人，就疼伊到底。所以换过一情到了，伊家己真清楚伊的身份，即部就是一个。上最牛哥，伊是一个牛哥，换过这钱就是大牛哥。因为咱袂记，咱即马等下咱要收圣餐，
这就是上侪牛哥的代表。啊，伊若是迄个上侪牛哥、上侪牛啊，要代替世间人的罪来死的，伊即两伊到底安怎食？真侪死刑的人讲，枪杀以前，你想伊迄顿食会落来袂？真侪物件拢无法度通食，迄个心境有共款。耶稣伫即个最后一个，就伊的学生来，最后一顿甲上亲的人，最后一顿对上亲的人有一寡真要紧的交代，所以即顿。我想是一个真特别最后的晚餐。啊，伫这个最后的晚餐，伊做啥物？圣经讲，伊离开伊的位，伊爬起来，然后伊脱伊家己的衫。然后去摕一条面巾，然后搁去摕水倒伫碗里，然后一个一个甲伊个学生洗脚，洗了了后，搁一个一个甲伊擦脚。这幅图真做长期、真要紧精神的记号。这幅图真做中央大学校长、董事长、校长爱甲。学生洗脚，当年一定要顶礼是。由于较慢伫咱个母亲节，我嘛毋忘母亲节，当年母亲节咱个选几位代表，然后伫咱正人个面前，甲老母、甲长辈洗脚，讲伫即个最后个晚餐，耶稣做甚物？甲因遮组织来了后，伫遐毋知讲啥物话，毋知伫遐做啥物代志。然后到一段，耶稣离开伊的位，耶稣爬起来，耶稣脱伊的衫，耶稣摕一个毛巾来，也搁去耶稣去摕水倒水，然后甲只学生一个一个甲伊洗脚，一个一个甲伊擦。由于这个动作，已经最后了要死啊！你还搁咧做这个，由于心情做这个。我的人当然有迄个心情，但耶稣会当超越伊迄个心内的挣扎，超越伊迄个心内的恐慌，伊伫超越过了后，伊所做诶代志绝对有真侪深沉的意涵留落来。毋通忘记伊是一个33岁囡仔，一个33岁青年。真侪时阵。即世间的经验，即世间的智慧，我拢爱甲连连甲连到底。一边我嘛，甲我的囝讲，你不简单，阿爸甲你敬服。你一个26岁的囡仔，你即个心灵的深度，你即个对信仰的思考，到尾60岁的爸爸，有真多真多经历迄个 level 的。我讲不简单，年龄通常无到迄个年龄，无到迄个社会经验，你无通想真济。所以定定甲即个下辈，那些下辈唔知影一寡道理，定定也搁感觉一个五言，还是互士大人解五心，士大人到尾也讲甲无法通讲，还是讲嘛唔知搁安怎讲的是定定讲老一句话讲，啊你食老你就知。以后你家己做事大人，你就知。啊，其实这句话背后都有真侪意涵。佮讲，你这句话当然明白。迄个是时间，年龄经历个时间，你无法当跳，你无到遐，你无法当当明白。耶稣伫遮，伊到底33岁一个青年人，伊已经最后啦。即个动作了后，佮佮即个人3、2遍，就永远无佮见面啦。唔同位个因个年龄拢差不多，耶稣甲只学生个年龄拢差不多，然后伊只表表伊留落来，啊，一个二十，
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这份伊的动态，耶稣直接做这个动作。你安怎样？伊讲耶稣讲，既然听因，就听因到最后。啊，这个动作表明什么款的听？第六一，咱讲咱听，你有听无？这个听到底安怎样表明？我常常爱讲的，保罗的话讲，爱是什么？很久忍耐，又有恩慈。你听我偌济，还是看你对我吞论忍耐接受偌济？慢慢教我，你听我，听我讲，只讲哪讲乱，教我啰嗦，教我唠叨，把我当袂了。安尼听，拢是唔对，无应该，无健康，无正确的听。爱是很久忍耐。耶稣专接学生，耶稣听这学生。然后耶稣跟他弟弟咧做伊这边，我听你，迄个听是啥？耶稣主动做，主动显明，然后无学生日后慢慢啊回想，日后伊生命，然后弟弟，弟弟反省，然后弟弟成熟，然后弟弟做连接。所以真侪时阵，当囡仔若有乖的时候，就无要紧，我来看，我即马来我拢感觉。爸母就念念啊做，流目屎要继续做，唔通讲伤侪无必要的话，还是讲伤侪因无明白、无法度通明白的话。我即摆已经有法度通啊渐渐理解的，过去的人生的中间，我做老爸还是做老母的，咱犯着偌侪过失。咱真正咱咧歹的时，其实咱咧歹啥，囡仔唔知影，因未明白，伊真正未明白。因为囡仔出世的过程，伊这个物件，咱讲好歹，咱讲危险，伊都拢唔知。然后爸母若有真，因为咱的环境、咱的文化，咱无可能做咧，直直甲伊解释、甲伊清楚，再甲伊处罚，无可能的。对咱的物件，咱了用话的、用动的、用安怎？对你来讲莫名其妙，你是安怎？啊，迄个顾了后，拢会出代志。啊，咱是伫即款的文化。啊，因为若伫咱这个家，咱大人拢安尼。所有的同学、所有朋友，拢是伫即款，所以因较袂伫咱即个遮虽然上来，大家人较经过。我囡仔毋是，我囡仔是伫遮老细汉啊，老大读到三年，然后老三拢还袂读国校，然后阮就出去，所以是对遮出世去甲连接伊啊。我是迄个文化的落差，啊，今后因还袂到成年，我就搁为着老爸，我甲伊放咧，所以感谢主。我讲的是讲，耶稣伫这个家，伊到尾伫最后一段伊的老行，即我讲的是爱，爱是动词，爱是名词，所以你真正你对你的家庭什么疼，你怎样疼，你都要甲做出来，爱行动表明出来，唔是干那用讲的，唔是干那坐底下用理解。你的性命，我想耶稣真水，是伊真正把伊留落去，用行动留落去也是。伊佫讲，恁叫称呼我先生、老师，恁称呼我主，恁叫我老师，叫我主，对啦，恁叫的拢对，恁对我的称呼真有礼貌、真尊重、真好啦。是啦，我本来就是，无错。我做恁的主，做恁的老师，也要甲恁洗脚，所以恁也要彼此洗脚。所以，因为咱今仔日伫这个家，伫咧寻这个圣餐，咱大人拢是伫耶稣基督的名，咱是组织、受邀请，转来到伫上帝的厝，咱就变做一家人。这个家耶稣老，伊这份人。上亲的这份出来啦，甲伊讲，我甲你洗脚，耶稣留了这项。我想，咱会当，咱的长辈到底有替咱洗脚？迄、那个洗脚意思是服务，洗脚就是疼人，洗脚就是付出，就是牺牲，洗脚就是无计无较，洗脚就是迄、那个，你若认为你比人较大，比人较勇，比人较敖，一个。
毋是骄傲，毋是背叛，是谦卑落来，甲身边两只软弱需要的人洗脚服务的意思。我想咱伫这个家，咱就要学着。真侪时阵，伫信用的团体，真侪时阵，伫家庭、伫社会，感觉该用的人就是要共切来切去，开来开去。互人歹的人真不好，然后咱看到真侪人，有在一日摕到权位了，伊对对人，佫比以前人佫较歹，比无爱的人佫较歹。我想这个社会常常落入伫一款的无知佮盲点的里面。耶稣直接讲：是啊，我是恁的先生，是恁的主，总是我要佮恁洗脚，所以恁要学这个关系。把这个物件摕去用，所以你若是真正看作一家人，不着彼此洗脚。这是阿所留这个学生真要紧。伊离开伊的位，伊会使免来坐点样坐较好势好势啊。所以人家坐伫遐无行为，信用真侪时阵，咱家人有坐咧，坐咧讲，坐咧理解，但是咱真正无付出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家庭里面，到底咱有用偌济行动来证明咱真正属于这个家庭？我想问，在你迄个家庭的里面，你听迄个经嘛？听，不是做咧，是爬起来，耶稣是爬起来，离开你的位开始参与的家庭，当做一个什么代志？用你的行为在咧证明，最惊一个人用行为在咧证明，妈妈你真正真疼，就是妈妈你真正疼。我会当帮忙你创新，爸爸你真正辛苦。啊，今日会当用什么行为来证明讲你明白这个事，明白许多人的付出牺牲。真侪时阵，今日爱知影这样代志，实在是若无生着这个囝吼，厝内若无有囝吼，许多人阿妈婆两个实在是会当过，日子过了变成快乐啦，钱可能会。较好用，嘛较方便用，还是煮会当比较轻松，两个带咧啊。台湾头到台湾尾，常常咧度假。那问题是讲，实在是迄个痛，让咱欢喜，是为着囝洗脚。对啦，偌侪时阵，咱做是大人的家人，家囝洗脚，做囝的人常常爱注意讲，到底咱。替许多人洗过几摆的脚，我想这个讲彼此洗脚的意思是互相，无论什么款的年龄，无论什么款的关系对位，因为这是耶稣留予咱的话，啊，迄个话是起来行。我已经将这个留落做一个模范予恁，啊，恁照我所做的去做，所以这个是行动啦，也是。我已经留一个模样予恁，予恁照我所做的去做，这是最后的一顿饭嘛 ，last supper。啊，最后一顿饭伊留一个典范嘛，不是干那食饭纯吃饭。耶稣都讲，恁既然知这个道理，恁既然知这个事，恁来去行就好去。所以信用是一对头到尾拢是行动、行动、行动。起来、起来、起来，去做、去做、去做。假使讲恁再搁去行人福气了，因为毋忘记我咱一世人保持这款的信用的热情，在咱的行为中间，咱的证明咱到底对道理咱捌偌济。啊，伫这个家。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留下两项一个很困难的事。我们耶稣在这个学生洗脚的中间洗到彼得，彼得不洗不怎洗，彼得说你是我的主，你是我的先生，什么你来给我洗脚，你也跟拜托的，来来来，你来坐椅子位，换我来给你洗。你若唔予我洗，我就甲你安怎？无介绍。最后一顿饭啦，最后一暝啦，最后一规
为短短的时间的斗阵啦。彼得若要甲伊的先生洗脚，彼得若要甲耶稣洗脚服务，当时就拢会当做啦。但是这个时，当时恁若拢无做，过去恁拢无做，即摆已经剩最后啦。最后是耶稣伫咧把表明伊家己，我常常咧讲，耶稣是活到33岁，吼定时的。耶稣若活到真像我58岁，耶稣老弟个活到真像你70岁，我甲你讲，耶稣所表明的上帝国的真理，毋知偌丰富啦，毋知偌丰富。哎，就是讲你千万袂当甲我说。耶稣说：“你若无我说，你就甲我无干涉。留意伫咱的家庭生活内面，伫应付教会这个家庭信仰的家庭生活，咱嘛来注意一下问题。大人伫服务的态度啊，里面爱有来有去啊。我想伫教会内面，我有一挂人，伊无爱帮人服务嘛，无爱去甲人服务，有一挂的人无。我著注意耶稣讲的。”你若是一个唔免接受人服务，嘛无爱去当服务的人，耶稣讲你干嘛不感谢？啊，你确实是，真侪时阵，囝子有当时啊嘛无爱陪父服务，免，我来讲，当来讲这个事啊，拒绝来拒绝去，同款人是大人啊，爸爸妈妈，囝若要摕红包给你，你要爱甲收啊，唔免。你是不甲伊来去的人，你嘛都爱甲收啦。你甲收表示，你甲有关系啦。你若无甲收，不管你相关的理由无甲收，你等于阻断迄个关系，阻断迄个流程，啊，隔断去。阮哥阿娘娘拢迄个到秋天的时，就是遐三门爱转去，真侪迄个咱只叫做红莲亭是嘛？红莲亭。桂是华丽啦，啊，咱的桂是红莲的桂，桂园的我伫只我讲桂园，是这个。那桂园，伊迄放出去哦，伊伫美国甲加拿大，伊迄河流河川，迄几千条的河川，伊迄两磅伫内面。活久了后，伫内面安尼成长到一段时间，伊就出去太平洋，然后出去了后，先到日本，到日本遐再搁倒转来，安尼四年倒来，为六年倒转来，倒来伊对倒一条河流出去，伊拢会倒去伫遐。哎，有到伊，迄是上帝创造的奥妙，所以有机会恁来去看一下，去看讲这桂游万乡，哎呀，迄奇妙，大家就是。就等于家己原来出世地，即摆伫都市计划中间伫一挂，伊出去的时倒转来，去条河流叫人拍转去啊，伊怎啊无法度通好转去啊？啊，迄个出代志，迄个生态出代志。但我耶稣咧讲，恁都彼此相爱，伫遮。所以伫教会生活同款，你伫你好势时，你爱去探访人，你爱去访问人，你爱拍电话人。你要注意身边人，咱是一家人。然后有一日，咱家己有代志啊，请你唔免客气，因为这是英国教会，就是咱的教会，咱大家人，你嘛要接受别人服务，接受别人的关心。你若普通是有付出的人，你到你真正有代志的时候，你都唔免烦恼，因为咱是一家人。因为这个叫你讲彼此相爱，耶稣老真不要讲讲袂了。啊，彼得，你若安尼无互你洗，就无关系。啊，耶稣，彼得，安尼毋是干那洗脚？老师啊，哪个洗哦？对我头，对我规身躯拢爱干那洗。耶稣讲，啊，你都已经暗顿咧，你已经洗身躯洗好啊，规身躯拢洗好啊，即摆欠过干那脚呢？这是彼得。也搁一个伫迄个暗顿的中间，耶稣。偷偷啊，对伊身边一个学生犹大讲：“你要做去做嘛。”暗顿食了，三个伫一块桌顶食了，这个请伊的老师，佫招一大个人，三个食了，
耶稣知影伫即个中间有一个人，伊心怀不轨。一个人伊有一挂心了，一挂想法，甲耶稣无同，甲即个团体无同，伊的心已经走出去了。因为圣经讲魔鬼入去伊的心。耶稣甲伊讲：“你要做，你去做嘛。”即耶稣对彼得讲：“你，我若有甲你说，你甲我无干涉。”彼得听着了后，随时改变伊的态度，讲：“啊，那安尼，那这么要紧、这么严重的，那安尼先生啊，我同你微信都拢甲我说。”彼得马上降服，马上放弃伊家己原来的想法。注意。你伫信仰的经历，若要成长，你定定爱敢放下你家己原来的想法，你才有法度通进入新的，伫上帝新的引带里面走当中去。彼得即使改变，伊无够有家己，无够坚持，即个只犹大，耶稣嘛是安尼教导，耶稣嘛是对伊遐尼客气，嘛是对伊遐尼好，耶稣也搁予伊。甲咱甲伊提醒，甲伊点一下，其实迄个点是好意。其实犹大伊也会晓学亲像彼得，我若做一个好的选择，你想伊会出血啊袂？伊会死啊袂？无啦。其实伊若知影讲伊的心思意念无耶稣知影，伊心气差，伊醒起来。我想，伊即个是马上的人生的最完美的计划，我来会转盘。伊人生我来免去掉到四规长啊，都走出来。可惜，人拢会犯错，人拢会做唔对，彼得嘛做唔对。其实彼得耶稣嘛对彼得讲：撒旦离开我，撒旦在我后壁。咱大个人伫咱的心思意念的中间，拢有过心，拢过要紧。耶稣听咱的，替咱处理一下，来注意一项，咱才有机会，咱的心思意念来改变。犹大伫遮无改变，犹大伫遮无把家己交出来，把就杀。伊无改变，耶稣已经甲点了甲提醒啊，伊无改变，所以甲讲了以后，找一个机会，伊就点点啊离开现场，就去甲外口的世界搁去连接。我想问咱今日伫遮要？有用这个圣餐，圣餐一个最要紧的就是纪念耶稣的所做，然后照耶稣所做的去行。所以这个圣餐就是用安尼来纪念主的行，用安尼伫咧纪念伊所留的方式，然后咱管伊最后生的人，最基督徒的人，咱管伊，用这款来解脱，疼咱身边的人，疼伊到底，然后为着咱身边的人来互相洗脚。咱嘛爱建立伫咱有限的人生，咱要建立伫即个子孙的中间，伫咱的即个世界，还是伫咱的工作的场所，伫咱的教会，咱要建立咱的人格，建立一个方式，让后壁的人来学，对咱来学。啊，因为耶稣会当把一个真平凡的暗淡，甲创新改造，甲变作一个到今仔日两千年后，全世界的人拢安尼伫咧笑颜即个。把一个暗顿变作圣餐，把一个暗顿变作平凡的暗顿，变作一个信用真丰富的一个新型的餐点。我想这个，咱要安怎对耶稣去学？在咱的人生中，咱要安怎把真侪平凡的事改装、改变，可以变作真丰富。啊，愿这个在咱的中间。我可能去提了鱼钓的东东，或者也搁有一个，你来看咧看。啊 ，OK。其实伫这幅图底下有一挂人名，倒一个人啊，伊、迄、那个表情啊，性格才是最研究。啊，这是达芬奇啊，特别是伊画这幅图。而且个中间只有无啥物通争论，中间闹争论个是伫你看耶稣中，即个耶稣道明者，
桌顶迄个迄个人，你若有机会，你送我嘛是有机会，你看世界迄个七百度最好晚餐七百度。伊伫遮，即个耶稣桌顶即个，伊遐写是写啊。我这个叫我们看，我买啊，迄个图，啊，我去创的是最后我有创个较明，啊，这个 ，OK， 我想遐，这个人伊的身份有两种，啊，这个老的将来，啊，侪侪人爱去探讨去研究，到底那本是他会去暗藏这个物件伫遐。这是伊对信用的理解所谓一百度。啊，你知道，大部分是伊伫意大利留真侪食的，啊，迄个到即马拢也阁真侪。伫太遐久以前的一个艺术家，伊所留落对信用的诠释，到即久也阁应用遐尼深。啊，大家人伫咧想伊伫咧正面的印刷，啊，加入稳重一个一寡物件。我想。将来世纪会阁继续探讨，也一个人有哪可能两种身份，中间暗藏玛利亚伫遐。OK， 我想，就伫遮甲咱三个分享，要安怎样用一家人的心情进入伫耶稣的邀请，这是伊会听，让咱当心来记得。我要感谢主。在你的厅内面，让我有机会进入在你的圣殿。在耶稣基督的名，我请做上帝的子。在耶稣基督的牺牲付出赎罪，我请做一个新创造的人，会当得到上帝的怜悯和恩典。上帝啊，我感谢你。啊，这个时，我慢慢要准备我的心进入在圣餐，愿你圣洁，愿圣神在你我的中间开花冠，靠主的名。谢谢大家的准备。